Ladies and 的乡亲们，事情是这样子的，就前几天我吃完晚饭，然后刘女士就问我要不要喝果汁，我就想说好啊。我开菜单的时候，我就看到有一个1000块钱的果汁，我就以为我看错了。回去的时候我还在跟他讲说，我说今天那家店好好笑，今天有1000块钱的果汁。结果他就跟我说，真的，他们就是有个1000块钱的果汁。然后我就 ，What？ Yes， 莫拉，就竟然会有1000块钱这么贵的果汁，而且它1000块钱就只有非常小的一瓶。我想说，这是什么？是金子吗？是茅台吗？所以我今天就想说，我再来这家店看一下，就看一下它这个1000块钱的果汁到底是个什么说法。Let's go。就是这个1000块钱的金玉三橄榄汁，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贵。我那天看呢，它后面有一个这个符号，我以为是什么代币，后来发现是人民币。它还有300块钱的橄榄汁和108的榴莲汁和山竹汁。我很想问一下，它能不能一天卖出一杯1000块钱的？等我排到了，我就去问他到底有没有人买。好夸张啊，橄榄汁是个什么说法？橄榄油我倒是喝过，橄榄汁有点黑暗听起来。晚餐还没有。1000块钱跟300块钱的区别在于哪里？橄榄不一样。它是哪里的橄榄？潮汕。这会推荐我喝1000块钱的吗？如果现在要1000的话，现在还没，要提前预定。对。哦，就是说没有1000块钱的。要现在提前预定，因为它做的工程比较复杂。对。要用很久的工程和工序去做的。要花多久啊？大概要提前个5小时这样。5小时。没有货的话，1个小时。这没货。没货的话要调货。不是我不想买了，是因为他们没有货，还要花5个小时准备，就不能。那300的那个呢？300的那个有货的话，也是大概也需要1个小时。我现在买300的可以有的喝吗？我们现在有300个橄榄吗？有。那我要一个300的。300的橄榄和一个108的榴莲汁，请拍我的手部特写。赶紧先坐下来缓一缓。刚刚有一笔冲动消费，买了一个300块钱的橄榄汁，但是我觉得这个钱花的还是稍微有点物超所值，因为现在我们要等它做完要等1个小时。哎，本来今天想要喝个1000块钱的随便漱漱口来的啦，可是它没有货，还要做5个小时，太可惜了。那就随便弄个300块钱的喝喝吧。现在是晚上9:15，希望我们今天10点之前能喝上这个橄榄汁。我想问一下他们，看一下橄榄长什么样，他们说不能拍，就是本身原生态的那个橄榄也不能看长什么样吗？对，因为我没有见过橄榄长什么样。对，就是不能拍，就是整个就是大几米，不能泄露。就只能见到它果汁的样子，不能见到它果实的样子，太神秘了，不愧是贵的饮料。那为什么要1个小时呢？因为我们制作的过程需要，而且还是需要人手。是要用手这样子去捣吗？过程是完全不能透露的。对。天哪，他们这个真的太神秘了。他说要用手捣，捣完之后要再给它泡一下。泡一下再手捣吧。我不知道，花了300块钱，他们帮我捣1个小时。直接用 blender 吗？不知道，我连橄榄长什么样都不知道。108块钱的榴莲汁，这个也是上面写的镇店之宝，但这个镇店之宝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它反面这个字，个味贵。他刚跟我说这个会比较浓，我就先来喝一下这个。什么感觉？非常的榴莲，就是液态的榴莲，还蛮好喝的，榴莲本莲的味道。讲道理，108块钱，我觉得直接买个榴莲啃着更爽。1个小时已经过去了，然后店里已经都快打烊了。我那个还没有好吗？它在降温中，稍等一下。它需要降温？对，需要降温，不然的话就会酸涩。就不好喝，对，口感会。它大概要降温多久啊？30分钟左右。还要再30分钟？因为我们一般这个橄榄的话，它是1个小时40分钟左右。1个小时40分钟？对，因为标准的话是这样子的。好，谢谢。现在是差不多快11点了，已经做了1个半小时了。然后我问他们，他们说在进行最后的冷却，就马上可以喝了。
边。好了好了，终于好了，我要激动了。这个就是降温完的橄榄汁，非常不好意思，这个店都已经打烊了，大家还在为我这杯果汁加班，谢谢。可以看到这个300块钱历时2个小时的橄榄汁，它也上面写的镇店之宝，但这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贵。它这个是要拿细吸管还是粗吸？细吸管。这个吗？对对对，是的。你们有见人喝过吗？我们都点外卖的。他们什么？点外卖。哦，就还没有人在店里喝过。很少。好紧张啊！我要打开喝了。在喝之前我还是挺紧张的，因为我这个人比较俗，橄榄是什么样子也没见过。现在嘛要喝这个橄榄汁了，我要把这个贵露出来。嗯，哇，好苦啊！这个是苦的吗？喝这个果汁是喝它的，为了喝它的涩味吗？回甘。回甘。我没有感觉到甜啊。纯是那个橄榄汁。纯橄榄。这会不会太纯了？啊。哇，太苦了。而且会感觉舌头有点麻，就是有东西在舌头上扎一样。有点酸，有点涩。感觉钞票在我舌头上燃烧，还好我没有买1000块钱的。刘女士，刘女士，你快点来喝一下这个300块钱的橄榄汁。现在让刘女士来喝。好，她竟然干呕了，你这个有点夸张。再来一口。刚喝进去的时候感觉很清爽，接着就会超苦，然后就一阵苦意从舌尖麻痹到舌根，然后就会很涩，真的，真太苦了。谢谢，麻烦了，我先走了，拜拜，拜拜。哎呦，拜拜拜。我现在已经带着我300块钱的橄榄汁出来了。说实话，今天晚上还是挺波折的。我以为这个是马上能喝的，没有想到做了快2个小时。说实话，它这个味道确实有一点难以下咽，但是真的很辛苦工作人员们帮我做了快2个小时。说实话呢，这个味道就我也不能说假话，这个确实挺不能说上头，应该是挺下头的。就你喝进去的时候，真的是有点难以下咽，因为像橄榄这个东西，可能不是每个人都喝得非常习惯。如果有想要体验的朋友的话，他们说可以先打电话提前预约，然后他们会建议去大一点的店喝，因为他们那边货比较全。像我今天来的时候，他们是专门做外卖的，所以他们可能就是没有备货那么全。其实那个店员后来悄悄跟我说，他们其实也不太建议大家点这个，因为它除了它比较贵之外，做这个真的比较麻烦，说橄榄很硬，他们要剁碎之后不断的过滤，就是这个应该挺麻烦的。但是想尝试的朋友们也可以来喝一下这个，嗯，非常的特别，真的哦，真的是金钱的味道。然后呢，店员还悄悄的让我不要透露出他们用了多少的配方，说这个是商业机密，那我就不告诉大家，我自己知道就好了。你有没有后悔没点那个1000块钱的？说不定比这个300的好喝。我现在心里的 OS 就是说，还好没点1000块钱呢，不然读博士都已经救不回我这个智商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，点赞关注这个视频。男的找到女朋友，女的找到男朋友，无论男的女的都能找到好朋友。886。还喝得下吗？还喝吗？你现在只喝掉了5。